要几次才就不会得到心脏病？啊，那也跟心脏有关啊。对啊，哇，那我要常做。真的，我普通时啊看下电视咧做迄个广告，我叫是讲真无聊。其实那这么说还有用啊。真的，我今年64，五个月以前我都无好啊。自从吃了青莲喝完了，今嘛碰碰球。这么说还是保健呢、啊，这种东西不要把它想成歪的，有的时候也是要动一动的啦。可是他说还交代一下，是是，不要太陌生的地方。公园只有三个地方啊，空军、陆军、海军。他所谓的陌生地方，比如你去啊，不要陆海空三套军，不是外面去的啊，随便乱来啊，是还是要注意保健。因为这样你心里会紧张嘛，是是是，就是比较哦，不要来个马上风哦，那就这样就不可能。